两个来主持《替身有玲珑》啊，这是为什么啊？这是有原因的啦。讲来听看卖啊。哎呦，为了要讲到底吼，这两个老的吼就走袂离啦。这两个老的吼，就虎头鸟翅啊袂啦，啊都讲聋哑聋到一半，讲爱困走转去困啊啦，真正是吼。拄啊好呢，那呢？替赛九零龙，我咱两个做主角啊！哦，那呢，我要甲替赛九零龙的歌改掉。哦，你要改歌，要改什么啊？老师啊，应该改走落去哦。哪三？嘿，大三、二三、三三，嘿，去边啊？来这里，这囡仔人哦，奇奇怪怪，什么拢袂晓啊？什么乱哥哥？什么的？什么的？大人爬起囡仔占椅啊？囡仔人有嘴无耳，有尻川袂放屁。是哩，这一切重新开始呀、啊！是起过人，嘿。秀花，替赛有玲珑啊！我是可爱的女皇中，生做是古锥啊大无啊爽。朋友大家好，新年大快乐，过年威乐大赚钱啊！本来是人挂人乌路，神看神嘛乌路的贵宝啊！你们问你够卑鄙，是？你镜头已经跳过来，你搁扭转去，你实在是种风气咯！你毋捌听过爱德华弹簧手呀？啊？那是剪刀手，是你看到你真欢喜，那也看到我规身躯全珍珠贝勒的珠宝。今天我个人感觉非常的歹势，是今天在这龙年的最后一天的暗暝，使大家看到这个无好的场面，两个唔正囡仔就甲你乌白发啊！我两个老早去放一波龙年，叫两个发甲面面貌貌，我伫这呢，请我慢慢向全国朋友大家会失礼哦！敬礼舞啊！两个囡仔拉屎，那两个我觉得老去打屎，啊，太跳我跳，你知无？总算讲啦，体赛叫侬人闹团人嘛，也算袂歹啦。是啦，是啦，啊，总是今天是一个好日子。是阿弟，今天要来讲什么故事呢？今天在讲故事之前，我希望每一个人用出吉祥话来献暖咱所有观众朋友哦。好嘞，好好。来，向先讲，我先讲，讲一支长长透五楼，落雨的时阵水哪流啊？要讲到底啊！目屎是飞袂离。哎，阿嬷阿嬷啦，阿嬷哦，过年袂当讲目屎来讲，笑亏讲袂离啦。水水水，讲的水吼，趁钱就咱趁水啦。啊，话你要讲的好吼，人人都拢学了。话你要讲的清，公司是愈开愈大间。话你要讲的通吼，事业就一定会成功啦。话你要讲到底吼，哎呀，我笑亏就讲袂离啊。我看是你开始，咱两个无道路。规矩，恁两个坐中，我两个边喺偷看。是
既然讲安尼，我就来一个这个舍我其谁哟。来，怎啊？你要告伊啊？当然，安尼讲一个甲蛇有关的故事。是哩。讲蛇泥，碎蛇泥，蛇泥讲未完，碎袂尽啊。讲啊，这个蛇泥的故事，就爱讲到这个喏，白素贞甲小青啊。白素贞人生了真水，心肝嘛袂歹，但是伊的命运对伊就是一个白蛇精啊。有一首歌是安尼唱的。乱唱，有夜风，有夜雨，秋风有吹落地，无人看伊温柔的晚春，花香落土不再回。要娶某，要娶某。娶到一个小查某，嘴啊翘翘，目睭啊吊吊，娶无三工，我咧，啥物话？娶无三工去收销。你真的是变咧唱的吗？无啦，哎，过年时阿妈唱的会袂啦？阿伯大家来，啊好。麦粿红，麦粿红。就一个老大人，目睭啊土土，嘴唇啊红红，娶无三工。安怎？你是嫁无三工啊？娶无三工？去收销。无阿云，要大家来。来啦！即马讲到这个吼，白素贞个小青，伫个半路去拄到伊个心中的白马王子柯仙呐。阮姓柯的祖先叫柯仙，姓彭的祖先叫彭仙，姓生祖先叫生仙。奇怪，柯仙仙是一定是姓柯的仙，咩咩白种仙是柯仙仙怎讲？无啦，因姓柯的这个叫神作烟斗，是毛鼠潘安。伫当当时讲伊的时阵，讲伊的时间，这个白蛇伊就夹到一支雨伞，惊在这个西湖旁边去看到伊，哎呀！咱两人做阵拿着一支小雨伞，一支小雨伞，雨大雨大，我来照顾你，你来照顾我，你来照顾我。虽然双人行小弯，拄着风雨这呢大，头家小路又歹行，咱着小心行，你甲我。一支小雨伞，一支小雨伞，风雨大，啊，我甲陈哥哥心情也快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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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事咧操蛋，心事咧操蛋，啊，愈讲愈平淡，愈讲愈平淡，还拄着因大官，拄着因大官。起风吹嘴暖，起风吹嘴暖。好啊好啊，免你跌落去，拄到因大官啦，拄到因阿官。是，何仙甲白蛇两人一见钟情，就是天雷勾动地火，一发不可收拾喽。但是往往前来有一个大法师，名叫法海。法海看到精神不对，这个呢真好的书生，这个考生去拄到这两只蛇精，可能一命的无好哀哉啊！讲时快，彼时慢，出手要来甲解救。好，伊就倒着雄黄酒要好抓，要好啉落去，卖分抓去，要来解毒。雄黄酒啉落去。雄黄酒，你现在就管用。
是孙。小弟，什么叫做雄黄酒？你知无？各位观众朋友，雄黄酒真正名称就是雄雄把它喝下去的黄酒，叫做雄黄酒。雄雄啉落，是雄黄酒了，很主管型。嘿，很主无呢？一杯可能无啥好。嘿，是袂到观音阿袂造出来。先生，我还再倒一杯雄黄酒。配合这个白素贞来啉。白素贞一饮而尽呐。买啦，啉啦！过阵时啊，带了歹看。唔是，你做鱼爱认真。白素贞将这杯雄黄酒一饮而尽，一饮而尽。白素贞喷出原形，吓出到吓神咯！是的时阵的哪呢？白素贞一个掠弓起来，所有翻开之后，准备要醉饮金山寺咯。醉饮金山寺哦，你醉向都翻来嘞，他倒来，翻来嘞好劲，他倒来去醉饮金山寺。过年时啊，放炮啊，谢你。为什么拢倒在我身躯顶？啊，你不是法海？啊，你我不是法海。我头白素贞，我怎么变法海？啊，你一人分饰两角，我个一世人剪角嘞，一世人扣角。不是这两个囡仔，你无听话。我明明跟你讲，叫你用真正的水，你用纸要创啥？无啦，你咪派经理啦。没啊，我你今年发啦，发个大地啊。好啦，好，继续，放个屁啊！好，喂，你咪讲到机啊？目屎是飞袂离。这个时阵，这个法海禅师看到情形不对，这两只蛇蛇，伊个呢武艺高强，伊哩无法度甲收服，恐惊这个苦身的招受不正，所以同迄个时阵的同一个时间，伊就制出一个雷峰塔咯。雷峰塔总宽365公尺，地宽50米，出来过来，甲这个白蛇甲青蛇甲得掉咯。这个时阵，法海禅师就讲话了。麻烦你讲白话好不？白。不是啦，法海是讲啥？我在讲白，你要讲青无？青。你讲红的无？红叽叽，红叽叽。是讲啥？咪拄啊，特地来了是讲啥？都叫因两个吼，我来讲，恁两个若要搁出继续作乱，我500年袂让恁离开这个所在，所以搁继续讲落去。你讲你稍等嘞，我脑无爽快，稍我发声一下。刚迄个时阵，刚迄个时阵，这个苦生行到这个雷峰塔啊，看到白蛇甲青蛇用地条的，心生不忍，两个人就唱出一条甲这个蛇有关系的歌曲咯。蛇有关系歌曲到底是对一条嘞？抓起一把海边沙，让它随风洒向你。到古今，诉不完，永恒在心底。下来，下来，这条是能不能留住你？什么跟蛇有什么关系？你真正是导演。真正去卡到，真正是做人的老师，作词作曲，连这你也听无？这第一句就跟蛇有关系啊！都抓起一把，抓落去遐。你安尼大家卖遐？讲迄个时阵，讲迄个时间，可惜嘛，唱一条歌咯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阿丽好，抓得到。有娘，你咧听好无？听无？听无？你敢摕什么金钟奖？你金钟奖也当行人？最爱你的人是我，
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我唱台语，你唱国语的，你敢管？安尼好，安尼不管是山东啊，还是咱在地拢听有。是的，所以从此，嘿，雷峰塔下骹都跌着白蛇了，甲柯仙都分开五百年了。好好，啊，来讲到你这个故事了后吼，五百年以后，突然间，可能有一个高精出现咯。好。这个高精不是别人，正讲是东三宗。东三宗解救的白蛇。东三宗解救明明孙悟空，奈变白素贞啊！哎呀，这你真正有所不知啊！你讲你巧你无，讲你讲你个无欢喜呀！人咧讲，代志绝对不是两空皮空比血水较大空的人所想的遐尼简单啦、啊！我跟你讲。这个雷峰塔尾啊变作五指山，经过五百年的修行了后，所有地理风水拢改变。啊，这个迄蛇精尾啊修行，修行到尾啊变作猴，嘿。啊，佫经过五百年，迄只猴修行变作蹦恰恰，嘿。所以你一点意思是雷峰塔的故事，白蛇传是接这个《西游记》咯？对啊，历史你佮现，先由白蛇传教《西游记》，出师当真，当真啊！所以呢，伊就唱了迄个真好听呢，这只狗的主题曲叫做《水喷喷》啊。嘿，规定在花果山的水沟哦，闹热有闹天中水之中，无胆量身体哟，无心又坚强。脚手冷，我母的又真痛，惊向风打眼望，我走海玲珑，水喷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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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是这天台仙孙悟空。嘿，是啦呢。那你安尼讲个是有理啦，为着你过年时间哦，大家欢欢喜听一个故事，别下端竟然我都这个西游记，那算你搞，是，这就是个蛇年的由来，请大家谨记在心。是，你若后代子孙甲你问，就是安尼无唔对。是，但是我记东三宗的到底有三名，除了前面这孙悟空以外，佫有沙悟净，还佫有猪八戒。哎，啊，迄种沙悟净请假，哎，等于佚佗。哦，哎，过年时啊。是，啊，今仔猪八戒有滴个。猪八戒是非常的古锥，非常的迷人。是，所以今仔日这要准备庆祝蛇年来教育啊，咱有蛇无在。唱歌，咱用猪来唱歌，大家听。猪恭喜发财！我够忝的。是，你这恭喜发财啊！用三只好真好不好好命的猪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后下，请你继续收看。体赛有玲珑啊！是的。